被称为最美人间净土的国王湖到底有多美呢？我们将探访山中不易抵达的两座瀑布，这里干净的水源孕育着最健康的鳟鱼，真的很干净。想知道国王湖里的鳟鱼都是怎么养的吗？摸起来什么感觉？很滑。千万别错过5月3日周三晚上9点，王子的移动城堡哦。